济公活佛又是真经济是群生照三千公正无私可达天活用真经转万事佛法无边化大千真经应运出灾消劫除大道尊修身化事立功八八圣济佛圣天真发慈悲德泽群生的光辉东来紫气展普渡三曹开庙玄因身下凡师天然中土有缘分既往开来万八春白阳逢运道显存青红运以阴阳光普照道德阳万方显养运大同家家佛光照灵山如来净观招无师指点路一条千经万典有未闻真经说因由有缘名师会相求开泰白羊运佛经说或朦胧云善智于止离苦轮二六十手一五气朝元一季飞莲花座上会丹持尊者本罗汉丈六金身照世间几人请示归依安清明善男女经文物透墨持疑手施点化脱苦之学至中康定心成八经奉佛名一切灾殃化作尘道大为天大至尊至贵点灵台应运开泰万象财善智慧朗朗立身行道内外公理正是明天下通古今谁无错过物但敢入善科科成过后苦海陶氏农急功不至心常念福德高和家平安万事和经文虽浅近不可视为顶上云奉行真经脱苦轮心诚前拜送消灾解厄离苦障逢凶化吉定真强朝夕诚心念心明神清癫万病解灭不缠念经心喉正区邪除会是安宁福禄甘元亨利真送赐活佛经福会双增长通此活佛经子孙得安康诵念活佛经功名利禄的平不诵的真经文永世化为吉若为父母诵父母得长寿若为王化念亡灵的超生若为亲有求病殃的安全全家老幼同生念老幼保安康诵念济公真经免灾又消难诵的济公真经觉悟第一仙真经广布十方界诸菩萨同赞曰济公活佛大慈悲为救救六种缘灵乐人生死生路真诚诵此经不经说经典功德无量福无边老幼康安寿延年向文功德回向给六亲眷属身体健康往生净土给他们离苦得乐请冤生债主和我们共修佛法发菩提心类是前世今世所结冤愿一一回向给我冤生债主家中有本真经可保平安不送此经奉上神桌却保护尔除邪魔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慈悲做主时叩首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慈悲做主时叩首活佛老师慈悲解说三曹经法2015年2月6日18:38揭露自白杨花宝石的新生活佛老师慈悲解说三宝心法中华民国
国一二年岁四四四国历二月十七农历一月初八日首天，为师来讲述三宝心法，要如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将三宝心法落实在生活当中，其实很简单。首先问问自己，心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了没有，自己一切的做法还有自己的习性改了没有，当问题来了是用心性来解决，而不是用人心来解决。在道场若有争执，争执什么呢？要的又是什么呢？你们如何去落实生活当中的三宝心法？心性提升了吗？火候练足了吗？严格说起来，每个徒儿都有脾气毛病，只是或多或少而已，这就是下了多少功夫的问题哦。所以今天为师会来讲述三宝心法，就是为了要提醒徒儿们，徒儿们生活在五行当中，就是在人世间被束缚着，求了道就是要超脱五行当中。在渡人时问问自己，在心性上下了多少功夫，是在讲给别人听还是讲给自己听呢？自己都不听自己的，别人又怎么会听我们说呢？所以说先渡渡自己吧，自己都渡不起来了还想要渡别人，自己火候不足，问题来了就生气，常常讲闲话就不敢乱来，所以才会说在佛堂行王道，在家中行霸道，是不是这就是火候不足啊？你们常说的火候指的是六根呀，六根不清火候就无法变成，问题一来六根就拉着我们，自信便无法提升，脾气毛病也跟着来了。所以为师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改变渡人的方式，当徒儿讲给别人听时就是讲给自己听，问问自己听得下去吗？自己都听不下去了，那别人怎么会听得下去呢？不是要了解多少道理才能讲给别人听，而是要问问自己用心了没有。眼看着为师的徒儿们一个个都只修外功而不修内德，都是火候不足，徒儿呀，如果你们的三千功八百果无法圆满，要怎么回天脚趾呢？所以为师今天才会跟你们讲述三宝心法要如何落实在生活当中，希望徒儿们好好听为师怎么说。第一宝玄关就是本身的自信所在，要常常回观反照，想想自己有没有做错事，有没有改变自己的坏习惯，好好关照自己自信所在。假如今天你们是佛，佛的处理方式又是如何呢？你们要好好的想一想，而不是只用凡世间的想法与对待，因为肉体会牵着你们的习性毛病来处事。徒儿们，
那是你们在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来处理事情，看见什么事情，听到什么事情，都是用自我想法来判断对错。因此凡事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参考别人的意见，因为每个人各有所长，所以徒儿呀，问问自己下了多少再修行，修了就要行，而不是修了而不去行。就像参禅打坐一样，修了而不去行，你说你有修，言行举止没有做到，口头上说我有修，其实都只是空谈。再来讲一出门把口罩戴上啊，觉了解真经的所在，为何要降下通天神咒，就是要从五行一出门把口罩戴上啊。祖师的戴什么是大愿有什么呢？徒儿们好好参悟参悟，要跳脱人世间的贪嗔痴。仔细想想，我们在行的当中所讲出来的，以及行出来是否恰当，不要在无意之中伤害到别人而不自知。要知道讲出来的话要负责任的，而不是随便说说。仙佛菩萨有随随便便说说的吗？每位仙佛菩萨苦口婆心，为的就是要劝化你们快明理修道。修道为什么要快？因为天时紧急，灾劫越来越频繁啊，修道会难吗？其实每分每秒都是可以修道的，问题只在于徒儿的心性有没有时常保持平平静静的，而不是起伏不定。心性起伏不定，肉体就会病痛，这就是心理作祟。所以痛苦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自己找上门的。常常默念五字真言，收束自己的习性，慢慢地跳脱五行当中，以自信做主，在修道当中就会快乐。这才是自我，也才是自己本来的真面目，而不是肉体形象。好，接下来再讲解第三宝和同你们当初来到人世间时，是不是干干净净无杂念的来到人世间，所以才会说抱着和同向孩儿，目的就是要找回你们的赤子之心，才能抱着合同回家去。当初的你们都是干干净净的来到人世间，后来的你们在尘世众听看闻看得多，听得也多，自我的想法就起来了。人世间的花花世界改变了你们的习性，所以说不要迷失在人世间，放下一切执着，恢复赤子之心，将合同抱在胸口。伟大的母亲是不是都把孩子抱在胸口呢？合同就像是胸口中干干净净的孩子心，所以三宝心法的落实也是如此。为师讲的好像很简单，在修道办道当中，徒儿们就是要做到时时念念自己为众生付出多少，而不是单纯的只为自己
能够超生了死。要做到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离苦，这才是佛心所在。求道当然可以回天，可是三宝心法要多多落实生活当中。每一回为师也都说的很多，就是希望徒儿们多多费点心。在渡人的时候有没有收获呢？假如没有的话，那不是自己也没渡自己吗？为师今天讲了这些，徒儿们要多多参悟，常常多用三宝心法下功夫，多多充实内德，外功重要，内德更要修啊。没有内德要怎么渡人呢？你讲的别人会信吗？所以说德行不足才要改毛病去提起啊，就是要把德行行出来，这才是修道人的榜样。修道不分天职，佛性都是一样平等，只是每个人的愿力任务不同。点传师们要带师传道，讲师们要讲解道理度化众生，其他没有领天职的也是一样啊，并不是点传师谈主讲师就一定修得很好。很多老师的好徒儿，他们的外功并不圆满，很多都是家庭因素，因果关系有所牵缠，但是他们的火候内德都修得很好，这就是在家庭当中修炼出来的。所以说不是他们没有修，而是讲这些话的人自己才没有修道。修道不是用嘴巴说的，也不是修给人看，更不是走佛堂就说我有修道。在走佛堂当中学习付出，改变自己，学习佛规，度化别人离苦得乐，乐脱因果，自己也才能解脱。徒儿们要好好了解自己求道做什么道是什么尊贵在哪，口头上常常在讲，可是自己了解了吗？为师今天讲三宝心法，就是希望徒儿们多多落实改变自己，修道的家庭才会圆满。因为这期是代法修行，就是来结类似的因因果果，该还的可以赶快还清，该改的要赶快改掉，修回原来赤子之心，才能干干净净的回到里天，好不好呢？为师今天讲述三宝心法，徒儿们要多多体悟人生啊，人生不是来享受的，是来了因了果超脱的。仙佛菩萨可以超脱三界以外，你们也一样，得了道也能超脱六道之中，若不修不改还是无法超脱。因为执着吗？执着于人世间的人事物，放不下情情爱爱，所以才会苦啊。所以说修道越修越清净，这才是修道的根本，而不是修得越久脾气毛病越多，那就枉费人生了。好了，为师就讲到这里，徒儿们要多多从心性下功夫，才有办法成全更多众生。
修道越修越快乐，修道是神圣的，修道是我们人生该走的路，所以要好好参悟人生道理。徒儿们记得一定要多下功夫，在道场上领有天职的，更要多多用心。要记住，立了愿就要了愿，好好的带领后学们修道担道，才能度化更多有缘的众生，同上法船，共度彼岸。每个人佛子佛性都是一样平等的，没有不同，只是类似根器不同而已。不要去分别，不要有对待。好了，为师就说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前贤们提供文字档，文字仅供参考，若有误谬要以活佛恩师解说真理为主。二，活佛恩师慈悲。三，宝心法白羊。三宝本是天地万物的结晶，静涵历代祖师的真传妙义，玄冠五经千经万典的十项奥义的逢遇的人，都是类似有修佛缘深厚的人。你们求道也很多年了，也办了那么多，但是如果没用心去体会你们的本性的话，那还是在外围罢了。要知道，功德福德是不够让你们超生了死的，只能帮你减少业力而已。名师一指已然超生，但是接着要破类似的修习，去除烦恼，否则还是不能超生了死，还是在轮回当中流转。如果徒儿们不能够真正透视你们那一点，那么还是在束缚有为之中，仍然是堕入有为法。如果人的心不能集中于一处，办事就难成了。能以本性来作为你们的主人翁，那么你就可以主宰你自己，对于一切你也能够平衡了。三，宝心法呢？